欢迎新演员张艺兴、杨子雨欣。别急啊，别急啊，是不是太着急？你们大哥大师哥，欢迎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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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首先请您听一下我们背景板上先生的名字。好的，来，请进入麦克风啊，先跟我们现场朋友打个招呼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其实我也知道今天星应该是下午也有工作，非常忙，然后马上周围就来支持王迅了啊！知道他第一次当男主角的时候有什么心情？跟我的电影开始工作，我真的一定要支持一下。好的，送过我们的电影一些祝福，好吗？希望大家都喜欢，然后大家都喜欢，然后都支持他的主角，然后我非常热爱电影事业。好的，谢谢谢谢一心，在结束播之后啊，又来到我们现场，来麦克风交给我们，麦两场，今天有个定点啊，来看一下，对对的那个是个狐仙啊 ，OK。好，来中间，来我们看一下中间，中间，好了，来右边，一心来右边，好，来左边，我们看一下，先让左边。好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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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来，稍事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来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保安让一下。OK， 好。好的，接下来他让我们感觉同样是在影片当中哈、啊，有非常出色、盯住眼球这个，因为我们刚刚看不着的，听他非常好听的歌，就是一场亮。这一次到影片。